因为感谢，所以幸福。今天要感谢的是什么呢？啊哈，这个叫做可折叠式的遮阳板。马来西亚的天气很热，每当开车出门的时候啊，总是晒得不得了。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，恐怕我要受很多不必要之苦。遮阳板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，可是它能够隔离掉一些阳光，避免让我的皮肤受到更严重的伤害。任何东西啊，都有它的功能，别小看这个遮阳板。有的时候啊，在我们人与人交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当作一个遮阳板，帮别人挡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哎，那也是赢取人际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方法。所以啊，从他身上学到这个，所以今天要感谢遮阳板。